การนักเรียนทุกคนมิสปริลภัทรเหลืองไพฑูรย์สอน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ค่ะสำหรับภาษาจีนป.5 นะคะจะเป็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โดยใช้หลักสูตร HSK1 เหมือนเดิมนะคะแต่จะเป็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ต่อบทจากตอนป.4 ค่ะบทแรกของป.5 เราก็คือบทที่11นะคะตี้ฉืออีเคอหัวข้อบทก็คือเรื่องเซียนใจจีเตียนเซียนใจจีเตียนตอนนี้กี่โมงใช่แล้วค่ะนักเรียนจะต้องเรียน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บอกเวลานะคะและสิ่งที่มิสคาดหวังหลังจากที่เรียนบทนี้จบก็คือนักเรียนจะต้องสามารถบอกเวลาเป็นภาษาจีนได้ทั้งฟังพูดอ่านและเขียนค่ะการบอกเวลาในภาษาจีนนะคะ2สิ่งแรกที่มิสอยากจะ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เตรียมตัวนะคะก็คือ1นักเรียนจะต้องทบทวนตัวเลขในภาษาจีนไม่ใช่ท่องได้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นะคะนักเรียนต้องเขียนได้ด้วยนะคะและ2นักเรียนสามารถบอกเวลาโดยที่เป็นเวลาแบบที่เป็นหน้าปัดและมีเข็มนาฬิกาบอกนะคะไม่ใช่แบบดิจิตอล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นะนักเรียนจะต้องบอกเวลาที่เป็นเข็มหน้าปัดได้ด้วยนะคะถ้านักเรียนทำได้บอกเลยว่าการบอกเวลาในภาษาไทยและภาษาจีนนั้นค่อนข้างที่จะคล้ายคลึงกันเลยทีเดียวมีข้อสังเกต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นิดเดียวเท่านั้นเองนะคะนักเรียนพร้อมหรือยังคะจุนไปหอแล้วมา Are you ready ถ้าพร้อมแล้วนะคะเดี๋ยวเราไปพบกับหวงเหล่าชื่อกันเลยค่ะ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成龙老师。今天我们通过网络来一起学习三门课程啊，学习第十一课啊。我们打开 PPT 啊，第十一课现在几点？题目现在几点？啊，跟我读啊，现在几点？问时间啊，问时间，这是。表是吗？几点？你看看，我们先看课文一，在图书馆，在图书馆啊，在啊，在图书馆啊，这是在哪儿啊？在哪儿？在图书馆啊，在图书馆读书，在图书馆看书。我们先学习生词啊，生词不多，就五个生词啊，五个生词，一、二、三、四、五啊，先跟老师读，跟我读啊，西安县，自爱在，现在，现在，现在，第二个，点。的一俺点的一俺点点啊点三分佛恩分佛恩分分现在点分下一个第四个中午 之翁中午 中午 最后一个 吃饭 吃 佛案饭 吃饭 好啊，就五个词，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啊现在，现在，点，点，分，分，中午，中午，吃饭，吃饭。好，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看这个词是什么呀？怎么读？第一个什么现在啊现在这个在字我们见过的啊在哪儿在哪儿啊这个字读现啊一个王啊跟老师一读啊横横竖提竖横折撇最后一笔啊竖弯钩啊竖弯钩在横撇竖横竖横啊现在第二个
点竖横竖横折横点点点点四个点点点点点我们看这个字呢分撇捺一个八一样撇捺横折勾撇这个是分下一个十二点什么十二点是什么呀中午中竖横折横竖中五撇横横竖记住竖不透头竖不透头中午中午透头了就是牛透头就是牛了下一个吃饭小朋友在吃饭吃竖竖横折横撇横最后一遍横撇弯钩横撇弯钩饭撇横钩竖提三笔撇横钩竖提这是撇撇横撇捺吃饭这是这五个词我们再来认识一下现在点分中午吃饭同学们自己读一下现在点分中午吃饭很简单应该也很好理解是什么意思之后呢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课文课文有四句话两个小朋友在说话呢他们说什么呢上面有一个表这是几点呀我们先来读一下AB A 说现在几点现在几点 B 说现在十点十分现在十点十分看这个表这里是不是十点它指上了二十分A 问 B 现在几点现在几点 B 回答说现在十点十分问现在回答现在问几点回答十点因为不是整点还有分所以我们加上十分十点十分我们再读一遍现在几点现在十点十分好稍微快一点现在几点现在十点十分 OK 接下来又说什么呢你看 A 又问了 A 又问中午中午什么意思呢中午中午几点吃饭中午几点吃饭中午几点吃饭比如说十二点吃饭十二点吃饭十二点吃饭他又问了现在十点十分他问中午几点吃饭几点吃饭吃饭什么意思来吃东西是吗中午几点吃饭他说十二点问几点回答几点十二点做什么吃饭问吃饭回答吃饭十二点吃饭很简单的两个问题我们再读一下现在几点现在十点十分中午几点吃饭十二点吃饭你学会了吗
慢慢的啊，要把这两个问题要问清楚了。第一个问，现在几点？啊，几点？问时间。第二个问几点吃饭？啊，中午，中午啊，中午几点吃饭？啊，都是问几点，回答十点。啊，几点？十二点。啊，很简单的。啊，小朋友们自己在下面读两遍吧。之后我们要做一个小练习啊，语法的。要讲一个小语法啊，语法是什么呢？就是在怎么读几点几点啊，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要跟先跟老师读一下啊。如果针指到了一啊，时针指到了一，这个短短的啊，短短的指到了一，那就是一点啊。问几点，我们这里就是一点，写一就可以了。若指着了二，我们就不是二点了啊，我们要说两。了一安两，这个要注意啊 ，not 注意两点，不是二点啊。这指向三，那就是三点啊，很聪明啊。下一个就是四点、五点、六点、七点、八点、九点、十点、十一点，哎，十二点。所以呢，我们小朋友要会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啊，要会数数，对吗？这是几点？这是整点。那老师又问了，我们不是整点呢？有小朋友又问了，啊，不是整点呢？哎，有分了，就是，啊，问现在几点？几分？啊，都是几分？哎，现在几点？这前面是点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点，然后分啊，如果这个长的针叫时针，时针啊，时针指向了一呢，我们知道是五分，对吗？十分，十五分，二十分。三十啊，不好意思，错了，是二十五分，二十五啊，指向六是三十分，三十五分，四十分，四十五分，五十分，五十五分。六十分，嗯，我们就没有六十分了，对不对啊？就是整点了啊。那好，我们再说一遍这个分啊，几分？五分，十分，十五分，二十分，二十五分，三十分。三十五分，四十分，四十五分，五十分，五十五分，哎，整点，对吗？很好啊，这是两个语法点，一定要记住啊。其中这个是两点，我们不说二点啊，不是二点，我们说两点啊。那这个表示几点几分呢？十点十分，哎，对吗？十点十分啊。好，下面我们做一个写一写啊。我们看这个表，然后问现在几点，回答现在啊，写一写，小朋友们自己写一写几点呢？这个是三点，是吗？写三点就可以了啊。第二个，现在几点，回答写现在，这几呢？哎，对了，十一点啊。有的小朋友说了，我不会写一二三四，汉语太难了，我不会写。没关系，老师已经告诉你了啊，在下面，在这里我们一起读一下啊。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一下啊。看看这里啊，有三个字，零，零是什么意思啊？零，哎，零什么？
两，哎，如果是二点的话，我们不是二，我们说想写两啊，两怎么写呀？两，还有一个这个字啊，半啊，有的小朋友知道啊，是30分，30分我们是半啊，30分我们是半，哎，这三个字，老师已经给出你了啊，现在小朋友，自己写一下吧。自己写一写啊，写到一张纸上，好朋友。好，好的啊，我们接下来再看另外一个。现在几点？现在哦，这个不是整点了，有点有分，是吗？我们先写点，几点？这个是几？要写这个还是这个？啊，注意了，这个是六，是多少分呢？是30分，对不对？也可以写半。啊，好的，好的，小朋友自己写一写啊。下一个，现在几点？这里纸上了8和2，应该是什么呀？8:10，对吗？实现了8和2啊，8:10。小朋友自己写一写啊，要写点分。最后一个，现在几点？这个指向了几呢？到10了吗？有同学，有小朋友说是10，是10点吗？注意看，仔细一些啊，其实是9点。对不对啊？9点，这个是多少分呢？几分呢？45分啊，是9点，不是10点啊，还没到10呢，所以是9:45。小朋友们学会了吗？啊，小朋友可以看看自己家的表，然后自己读一下现在几点几分。好，最后我们再做一个说一说啊，说句子，说句子，看图啊，说句子，三个部分 A B C， A 是什么呀？谁或谁？谁呀？谁啊？他是谁？然后是几点？做什么啊？做什么什么意思啊？做什么啊？做什么？谁？几点？做什么？比如第一个谁呀？妈妈。几点呢？6点，对吗？6点啊，妈妈6点。A 是妈妈 ，B 是6点。做什么？妈妈在做什么呀？做饭，对吗？所以呢，句子我们可以就说成妈妈。6点做饭，学会了吗？再来一遍啊 ！A 是妈妈 ，B 是6点 ，C 是做饭，所以句子就是妈妈6点做饭。我们看第二个吧，小朋友自己想一想，谁？你可以说我，可以说他，也可以说一个小名，一个名字。几点？那做什么呢？上学，对吗？去学校，上学或去学校都可以啊。这个呢，它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呢？它也可以是吗？说一个名字也可以，小丽啊，玛丽都可以。几点呢 ？B 几点呢？8点啊。做什么呢？干了都，做什么呢？睡觉，对吗？睡觉，小丽8点睡觉，小朋友自己想一想，然后说一说，练习一下。好的，我们的课程就先到这里啊，谢谢大家，今天就讲这么多。课后呢，大家一定要多一些练习一下，好不好？